Morning， 哇！今日个天气实在超级之好啊！我而家咧喺度撩紧调调，阵间约咗个朋友一起出去食 brunch， 所以我要喺出门口之前先撩咗调调，跟住我就揸车过去同朋友食 lunch。我而家咧其实系化咗妆，但系我未整个头，跟住而家今日咧天气超好超好，你睇下屋企附近啦，超好啊！个天气好天气，真会梗系应该出去噶啦，系咪冇理喺屋企？所以咧，啲猪就快屙啦。见到前面有只狗狗，然后就跑得超快的，可是我拉着它，它又跑不了。你看它这样又可以跑得快，然后我就拉着它，它就跑不了了。好无聊啊！这我准备出门啦，而家已经 get ready 好。哎呀 ，Tabby， 你都想出去啊？但我唔会带你。我已经 get ready 好啦，而家咧就准备出门口啦。我搽唇膏，依个系 Armani 嘅405，颜色超好睇，有种烂番茄嘅颜色咯，但系佢咧就。我觉得不是很容易涂匀啊，同埋咧会很容易黐到佢啲牙齿度，所以搽嘅时候要小心啲。好，咁而家就出门口啦。哇！我而家出到嚟啦，喺屋企附近，而家准备揸车过去 Grand Mifflin 嗰度同我个 friend 食 lunch。佢原本咧约我10点，但系而家已经12点。好肚饿啊！我都知佢系唔会咁早起我身，所以我都慢慢嚟。好啦，而咁好啦，而家就同我一齐开车出发了。点咗呢个系 Big Breakfast， 入边咩都有。我哋嚟食西瓜蛋糕，估唔到喺 Melbourne 咧都已經有西瓜蛋糕，同埋依個 lamb 塔。我頭先咧啱啱揸完車翻嚟，同朋友食完 lunch 之後咧。就去咗第二個地方度攞嘢啦，跟住哇一路塞車，而家係翻嚟睇下，而家喺個超市入邊睇下有咩買，買啲嘢翻去，因為冰箱冇乜，已經冇咩食啦，而家係空嘅。想買個。飯盒啦，因為翻公司可以叮飯食，但我又唔想買啲膠喎，想買玻璃。零零碎碎得個幾丁嘢，唔知買咩好。誒，有牛角包喎，可以買包牛角包翻去。香蕉，咦？香蕉好青 BB 咯。終於回到屋企攤屍，其實我已經回咗屋企好耐啦。跟住而家喺度上網咯。頭先咧，喺網上邊買咗部相機，好開心。買咗部新相機，可以督促自己多啲拍 vlog 同埋剪片。而家已經係5:30，陣間咧就會帶丟丟出去行多一次，跟住翻嚟煮飯。啊，星期六就咁過去啦，剩翻聽日星期日休息，可以瞓到自然醒，跟住又要翻工啦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些這樣的 daily vlog， 會不會覺得有點悶？其實之前呢我拍過很多次這樣的這些 daily vlog， 但是呢我後來就拍完之後就懶得剪，跟著沒有剪到就這樣放在這裡，可能某一天炒回的時候呢可能會剪回片鋪回上來，但是不知道什麼。如果大家是喜歡這類型的片可以留言告訴我，那我就會拍多一點啦。 Tabby，哇 ，Tabby 你好臭啊！你啱啱屙完屎啊 ！Tabby 啱啱屙完屎好臭咯，我想讲。
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差不多九点了。我们现在才出去吃晚饭，其实是宵夜了。现在准备开车出去吃饭。很严肃的脸。其实我一点都不饿，因为中午吃的实在太饱了。每次吃完 brunch 之后呢，都觉得非常的饱，然后一直饱饱饱饱饱到晚上，晚饭都不用吃了。哇，外面都是黑胡麻漆的。好吃吗？你拍我吗？对啊，我在拍 frog 啊。我现在在那个豆腐大人，一如既往的好吃哦。